鸳鸯锅。麻辣。哎呦，巧了巧了。哦，性格颜值。我们非常有默契，完全不一样的默契，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题目出错了，这哪是考默契啊，这是就评论自己啊，这都是评论自己，哪有默契啊，评论对方才有默契啊。就比如说一个问题是问他的，然后我跟他一起回答，这才是默契。对啊，行，三杯倒，千杯不醉。三杯倒，对吗？你是不是三杯倒？我觉得我千杯不醉啊。啊，是吗？嗯，没发觉到，没发觉到。一二三，拖延症。你是什么？全都没有啊。啊，我有什么拖延症啊？是经常修发边修很久。那是我拖延吗？啊？对，是没事，大家哎，等也就等吧，我们不介意。